我们已经严正的表明了态度而且做了交涉我们认为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履行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做出的严肃承诺停止打台湾牌，停止搞以台制华，对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我们将坚决回击那么佩洛西议长应该做的是立即取消，而不是这个推迟有关访问我们正告民主党当局要停止勾结外部势力谋独挑衅的任何图谋。